哎，老佛爷，这东西还会咬人？哼，还是我们满人勇敢。老佛爷，是不是哪个打鸟的胡射乱射呀？可这弹子儿，它不像是一般的鸟枪啊。 甲午一战，都说是我老太太挪用了海军的军费，才败的。朝野上下嘀嘀咕咕，暗箭汹涌，好嘛！今儿个这子弹居然飞起来了啊！老佛爷，兴许只是颗榴弹，奴才这就吃份守园子的去。走，去园子外边走走。 老佛爷，万万使不得呀！万万使不得呀！老佛爷，老佛爷使不得呀！不去外边走走，那些草民贼子还真以为我心虚，躲在这园子里头不敢出去了。走，起来。 开花弹，太后请速速回家。你做的好事，你不说这园子周围五里连只野狗都没有吗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搬椅子来。我今儿个就坐在这儿。 瞧你拿捕那个打枪打炮的家伙，见识见识是个什么东西。哲，你看什么呀？还不快去拿人呐！哎，大总管，刚才末将没有看到大胖子方向，东北方。 打炮的是一左手写字的侯姓人士，是哪个不知死活的？啊，胡乱插话！回大总管，下周乃东明县典史赵炳钧，替生了病的广东一臣，递送专程老佛爷的折子。对炸人奸犯，如何知道的那么清楚啊？啊，大总管，这上有字儿啊。下走对侦缉查案略同意二。 你要是邀功诈赏，定判你个死罪，还不快起来，快随护军拿人去啊！这，我推走，我自己走了，你好吗？ 皇太后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跪下！何人？回通令大人，此贼擅闯禁区，马上有自制火器一支。我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狂悖奸徒，面圣还不快跪下！望太后体谅，标下有伤，无法叩拜。好大的胆子啊！你何许人呢？回太后。 标下原为岳阳水师广甲舰正号变，现在经谋却，发誓报仇。后变，姓侯，你就是那个崖山海战，差点击沉小日本兵舰的那个侯。标下侯就满，已经两三年了吧？你这战伤还没好？回太后。 这是标下研究军火，自己所伤。方才标下试射一枪一弹，不慎走火，依轨迹寻找弹头，误闯禁区。恳请圣母皇太后。哼，你这枪走火，炮也走火，而且都冲着我走啊。
说话呀，太后问你呢。表下无言以对。嘿，一个小小的炮便，一口一个标下标下的。标下因军功累积，曾赏五品候补帮带。帮带是个多大官啊？回太后，水师的帮带相当于步兵的斜参领。侯九满，你今儿个两次进驾，而且见了太后还不下跪。拿下！但念你前立过战功，后不忘国耻，今儿个我就拿了你参领头上的斜字儿，着拔四品。啊！大兴的水师是没有了，你就在京津找个石缺补入露营吧。小子，还不快谢太后天大恩赏啊！啊！标下愿为大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来人，在，找个地界砍了这个看园子的。哎呦，老佛爷开恩呐！老佛爷，老佛爷饶命啊！老佛爷开恩呐！老佛爷饶命啊！老佛爷开恩呐！大清的江山，毁就毁在这些不中用的人身上了。广东那个送折子的，哦，夏走在。你知道折子里说的什么吗？回太后，夏走真的不知道，只听那个义臣说，有个叫孙文的，曾在广州谋反，被击开后，拿了上百从犯，一直没有裁决。广州将军想听太后遗旨。瑞良这个狗才，连这也问。做梦吧！侯参领，这是什么炮？如此厉害！表下不知。立即传令，退守杨村北仓。站住！禀皇上，禀太后，八国联军冒万国之攻法，密运两门猎敌炮抵金，该炮炮子由毒药掺配而成，阵中贼寇炮子落地，绿气迸出，我大清官兵随轻枪一擎，怒目而立，然浑身土黄，以中炮气而毙，天津百姓亦为毒气所伤，死者多为老幼妇孺，其状够了。告诉那些守将，少编说洋枪洋炮的威猛，来掩饰他们自个儿的无能。这，太后，战报是否夸大，奴才不知。但奴才属下昨日运到马于坤处的600匹战马，的确几炮皆亡。猎敌炮如此惨毒，确实闻所未闻呐。皇上，你的那些闹变法的臣子，就没谁说过如何对付那些绿气炮啊？回皇阿玛，儿臣不曾听说。有用的招一个都没有。荣禄，在，多派些义和团去堵着。太后，义和团不过是大刀长矛和一些过时的火绳枪，即使有些中看不中用的短兵器，也是鞭长莫及呀。他们不是会做法吗？用枪干什么？退朝。太后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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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
支持，两腿齐发，预备，放！预备，放！你是说这红毛救了你一命？正是。不杀，怎么对得起我战死的数万兄弟啊？待本将擒斩你方命！大人，大人，代表下问明了毒气炮，再杀不迟。大爷，饶命，饶命！这家伙会讲我大清华语。正是。也罢，连吃败仗，缴了这个鸟炮。也算立了一功了。上头命令我们回守京师，侯大人，烦你押着一兵一炮先行部，将其惩缢御前，以彰我军威。到我不走，不走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放下，放下！老佛爷，草民们都看见一个宫女穿戴着您的服饰，两个时辰前就跑了。您现在是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了。那我也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！我说了，不走。老佛爷，老佛爷。奴才求求你了，走吧，老佛爷。杨兵，杨兵，五卫军左参领侯九满叩见皇上、皇太后。侯九满。就这一个洋兵吗？回太后，只有这一个。太后，标下奉命押解的洋炮残骸，正乃杀人无数的毒气炮。杀！杀这红毛小贼！太后，太后，标下有话。住手！说。标下想留下此人，共同修复毒气炮，叫洋人也尝尝滋味。那你有炮子吗？回皇上。标下缴获了一颗，侯九满，你就跟着我和皇上吧，好生看着这洋鬼子。这。今儿个，咱们是不得已出门，路上不管遇到什么。都由我一个人说话，谁要是胡乱多嘴，就把他从车上扔下去。全听老佛爷命主。哎呦，在路上可不能这么称呼啊！
就称呼我大圣奶奶吧。大圣奶奶。哦，这么叫大圣奶奶。好了，走吧，皇上，走吧，皇后，走吧。你干嘛？不能找。侯九门。哎。表下在。你问问那个小红毛，老盯着我做什么？这。放肆！你老盯着我大清皇太后做甚？哦，我曾经自己学过流血，我能知道一个人的智商。我只想量量你们的女皇的头围。放肆！我再看看他，为什么他跟那么多的国家打仗？嗯，胡九满，哎，表小子，那小红毛怎么说？回太后，那小红毛说。我大清太后非常非常美丽，非常非常神圣。哼，傻妇女，都大野地上茅房了，神圣个屁！你告诉他，再胡定乱瞅，挖了他眼珠子。这。圣奶奶，实在是没有搞到事的，您喝口水吧。大圣奶奶，不好啊，不好啊！大圣奶奶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妈妈说，晋明郡的骑兵造反了，骑兵的家眷呢都在京师，眼下不知亲人死活，于是心生不满。都闹腾起来。那马玉坤的露营呢？露营没事。嗯，走。汉兵，你来顺赏惯了，而且马玉坤势大，还弹压得住。传我的旨意，不管是骑兵还是露营，都拒后无礼而行。这。皇上还有枣吃啊！这是珍妃囚在东三所时，叫人送给朕的，只有5颗。妈妈想吃吗？
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是天下弄成这样，你就没错吗？难道不是头年，珍妃兄妹怂着你与那康党祸乱了人心，我大清的根基不是才开始摇晃失稳的吗？皇阿玛，载湉再次恳请回京师主持洋人交涉，望皇阿玛允许载湉冒死挽救大清吧。你说的好听，你怕是想傍着洋人扶你坐朝，把我这老太婆抛在这荒郊野外吧。儿臣不敢，儿臣万万不敢。哼，出去吃你的烂枣。老侯，你干什么？老侯，你不能抢他！老侯要看看，这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。不行，不行！这个非常非常危险，这个是化学毒剂，非常非常危险。贼娘的！过来，这个是，我告诉你，这里面全是化学毒剂。别动，你怕死，老侯自己干。老侯 ，no， 不行，老。老侯，你会被感染的，感染的，这个是化学毒剂，不行，不，老侯，老侯。皇上是饿的吧？等锅里的青棒子煮得了，奴婢马上敬奉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二三郎，哎，
圣奶奶。二色兰，跟皇上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哦，皇上饿了。我听见皇上叫你兰儿，知道吗？当年只有先帝先锋爷这么叫我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。门外还有什么人，全都进来。太后吉祥。怎么皇后也在这儿？我只瞧见了这只猴子冲进门。禀太后，殿下的手出了些问题，想请姑姑帮着用水冲冲。那我问你，你瞧见皇上跟这小婢子说什么了？禀太后，殿下看见皇上给了回老佛爷啊，不，回大圣奶奶，皇上见奴婢上水出汗可怜，赏了奴婢这把扇子。皇后，是这样吗？回太后，是这样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这东西就交给你处置吧。原本皇上赏赐下人也没什么，不过你得小心身边，别又冒出了个新的真主子。何舅妈，你还算忠心。二色兰，给他冲冲手。这，谢太后。活该！那红毛大呼小叫的劝你，你就是不听。行了，全都退了吧。皇上，歇了吧。谢谢姑姑，谢谢姑姑，哎呀，谢谢姑姑。孝顺。哎呀，有劳姑，有劳姑姑。轻声点儿。有劳姑姑。哎呀，行行行。取剑，这。知道震慑的是谁吗？回皇上，这大概是个小人吧。对，是小人，但不是你。朕早晚有一天要千刀万剐了此人。老后，老后，别怕了，你们的皇帝赐的是袁世凯。住口！待释放完此炮，老子立马砍了你，省着给你受气来。你们的太后是个很奇妙的女人，前年她用政变打败了你们的皇帝。滚出去！这滚出去！对不起，老红，我只是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他滚出去，让他自己的儿媳妇这方该滚地上尽力啊！您实在不该杀了朕妃娘娘。那个新派的甄小主，就
九卫公使团及他的太太们同情。我要是不杀了他，万一他被洋人裸去利用，另立一个临时朝廷，引诱胁迫皇上回銮，做个洋儿皇。我这个老太婆，岂不就被那个早就想造反的孽种抛在这外边等死了吗？太后的胆识、眼光，真是无人可及。若能全心全意平安回銮，我多少能补偿那个冤孽。说，你是喜欢皇上，还是可怜珍妃小主？回娘娘，奴婢谁都不喜欢。进宫这么些年，起码的规矩都不懂，竟敢私传范夫物件。你知道昨儿个我若如实禀报了太后，太后会如何整治你和你阿母全家吗？奴婢谢娘娘，奴婢代阿母额娘谢皇后娘娘。谢皇后娘娘，奴婢谢皇后娘娘。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不得了了！娘人罪累了吗？不是，是一帮散兵游勇火的土匪，点着您的名讳劫您来了。快传护军呐！五里地外呢，来不及了。大圣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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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下护军们前来救驾。你就你一个？请依大胆姑姑装扮成太后，与标下一同引开劫匪。我去，我去。二色雷，二色雷，大圣奶奶保重。二色雷，二色雷。方向变了，快跑！快走走！
二三郎，怪不得你这只猴子前两天到处的找染料，找辣椒。红毛说的没错，火药乃我华夏先生发明，老侯不过是又添了点颜色、味道。鬼灵精怪，你简直就是一只成了妖的猴精。侯九满，请赏。表小子，侯九满赏你戴双眼花翎，二品顶戴，招八旗都统衔，进仙不用。谢什么皇太后，谢皇上。木下，木下没有兵给你，带回銮号，放而失阙。谢什么皇太后，谢皇上。皇上，哎，再赏这猴子穿点什么吧。好，我就满，赏你穿黄马褂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谢什么皇太后，谢皇上。哎，喂，好好好猴子。这一路上，哎呀，把我老太太的胃弄坏了。皇上，咱们娘俩说两句家里话。谢皇阿玛。我这一路上上杆子跟你说话，你总是拉着个脸儿。皇阿玛，我其实啊，戊戌年要不是康有为想抄我的颐和园，救我于承德或瀛台，我怎么会想起来让你住瀛台？皇阿玛，我老话讲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凡人如此，何况帝王？咱们心里想的什么，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。大清打太祖天命年算，已经有280多岁了，暮气日沉，国势渐衰。你我心里都急，咱们娘俩的心思本来是一样的。你变法也好，新政也罢，不都是为了祖宗的江山吗？何况你不变，洋人打着你变，国人也打着你变。惠州的月民不是被那个叫孙文的隔着大海一吆喝，就有20000多人起来造反了吗？帝后一心，天下太平。就这庚子之乱，咱们娘俩讲和了吧？儿臣愿以花马的意志为行止。再换一把。算了，不是枪的问题，是那颗毒气弹伤害了你的手神经。
大的事，真的不担心。接种人民群补枪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，真的。喂，喂，太后传你。